搬家时跟我说，妈妈要交班费，要交多少钱？我结账妈妈我给不出来。妈妈今天上白天班吗？不知道。那她昨天晚上回家吗？没有。那你哥哥呢？他最近有去上课吗？他好久没有回家了。你在弄什么？我的超人头坏掉了。我跟小日记交涉，我想把它拧起来。那你拿给老师，我帮你粘。我帮你吗？所以你昨天晚上自己一个人在家，那你有吃晚餐吗？嗯。你在哪里吃的？在阿姨家。然后你吃完晚饭就自己回家洗澡睡觉。我本来想要问妈妈功课怎么写，可是后来睡着了。是不好意思，忘记说你今天要来，让你久等了。不会啦，妈妈，你刚下班哦？哦，就对啊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要跟你商量啦。嗯。因为学校最近有个计划，那希望可以让小朋友加入学校的乐队，所以我是想说，如果让嘉实也来参加的话，不知道你觉得 O 不 OK？因为练习可能会占用到一些放学之后的时间啦，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之后放学我就可以先带他一起写功课。老师你等我一下哦。潘嘉实你先进去客厅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妈妈要跟老师讲重要的事情，快点。潘嘉实，老师，哎，法院寄通知单来了，说我们潘明业要被抓去安置机构，他这个礼拜都没有回来呢。我知道他气我交那个男朋友，我也很气耶。因为我们家阿舅阿姐刚在忙，我们家已经很辛苦了啦。潘嘉实跟我说，妈妈要交班费，要交多少钱？我结账妈妈我给不出来。老师，我可不可以借点钱？哎、欸，邦邦，你怎么来这边啊？该遇见德德他们啦、啊。哦，好啦，我知道了。
师夸奖，音乐很有天赋啊。就是、好了啦。哦，你干嘛不让我说啦？你赶快回家了，我要回去了。你很害羞哎。好了，你赶快回去了好不好？哦，好啦，明天见喽，叔叔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有女朋友，很可爱哦。哎，但是他为什么要叫我叔叔啊？因为我跟他说你是我叔叔啊。啊？我不想让他知道你是我老师啦，也不想让他知道我住在家园，这样他会以为我是坏人。哎、欸，我不叫叔叔，我叫哥哥，叫我叔叔嘞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哎、欸，我之前在台北走在路上，还会被人家以为是大学生嘞，叫我叔叔，你才叔叔啦，你全家都叔叔啦。好，帮帮哥哥，这还差不多。我们家德德被老师夸奖有音乐天分。德德要加油，不错哦。